他们经过迁移，经过殖民，之前我问他们的时候，有的不太愿意说，因为他们好像，他们觉得说好像是二度伤害嘛，对他们来讲。我发现我的老人，当我们在问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都会，我一讲说，不想讲，就说原谅啊，就是不要再去追了，然后就过去了这样。高士英长老还有石红花长老，他们还有石一碧他们唱歌，他们说那是属于那边的。圣母花长老他常常讲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们现在不学哦，你们到坟墓找我们。”这样，这是一种很深很深的那种责备啦，跟那种不愿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我们的一些歌消失了，一些歌不见了哦，其实真的是蛮遗憾的嘛。按我们说，能够抓住尾巴，我们尽力去抓住。能有多少算多少。去录音录影这样，或者去找他们以前的智慧，学习他们的智慧，所以对于那个歌谣这个部分会觉得老人家会因为年纪大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们也唱不好，然后再来是你们也听不懂，就是我那个沟通上面会有那个，因为不太能跟老人家用母语沟通，现在的小朋友。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哈，马西，阿杰马杰们三姐哦，三弟他们就起来对仗，很多的对仗的方法哦。他说这个是保密，他们用日语的记唱，让我们听不懂。我们一直印象中哈，我们的爸爸妈妈说。五个花，就是五个花，就是我们五个兄弟姐妹，不管是怎么样的花，都要成有那个口哨这样啦，然后一直这样去祝福我们。别的村庄的伊莎子阿不一样的调性，就是伊莎子阿鲁加亚，然后后面那个歌词更让我很压抑，是我完全听不懂，然后完全不知道是在讲什么。对，乌里玛伊那呀乌，对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很喜欢这首，因为它好特别，因为。
我听过很多伊莎这高的歌，就第唯独在那我就听过这首歌，这样就觉得蛮特别。反正阿萨斯卡的呢，阿萨乌布的马上就入住，好无聊啊！嗯，那个时候卡的下来，他叫我去的时间来，我就买一那那呀哦呀。罗大姐，我是个谁的？哎呀，来！一下子把爱就摘下来，摘下。啊就这样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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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内文是一个非常喜欢敬拜赞美的一个教会。那这个李芳芳那首歌，其实那个是中文的歌吧，中文歌，然后他们翻成美语，为了就是说能够打动老人家他们唱这首歌的那种感受，就是说他们要如鹰展翅啊。所以这个是从那些母父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传到现在哦。所以有一个年，就一段的年代，就是说他们会把流行歌曲转换成诗歌，因为这个流行歌曲的那个旋律好像很像诗歌，这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一种这些诗歌的发展就是这样子。这个是纯粹是内文版的那些，对对，没有那样的歌词。建造安大老公都是请圣牧师，因为圣牧师他对我们南排的那个古谣有研究，那他有时候会结合那个林邦歌，就比较现代的那个我们的古民谣，然后再结合，然后用圣诗。我们除了继续传唱，就是在文件上保存，那我们有那个意愿，就是说把圣牧师他所收集的这个歌。以我们文件站内文件的名义出版。你怎么没领啊？你在哪呢？Di sai mai masumi zua di saku jadunga na ceria nama nama se ceria jua jua sesiku dajari aju sejak ayat tua kera sesiku dajawa kera si panak dori sizi sesiku dajari sizi si takut tu si kau.Sesiku daya si kau, izua nanta kanengu. Sesiku daya kanengu, sipakan turi diri.
Sasi ko dajari di di, suluhi nanganu kalyaru murumu janang ajuki cita. Ya butakanang wad. Asi lo son tingadro yaduna, asi coba kawaka anna. Anu masuri ni kudna, jama jama sebeta betu, suku dajar jama jama. Sisoko ya sisoko, toke ya sate bisebe. Anton ui pada na ibata kerta cingadru ya. Oh, eh, oh. Saya pilo normal ala uda uda cini mak agama doan mama lain aja si sena sena we. Oh, mama lain aja. Ama jamu, ma ini menang si sena, menang dua we. ฉันมาสุดสุดสุดมามาบ้านนั้นที่ทำมาทำบ้านนั้นที่เรื่อยเรื่อยมันใจดีดีดีมันตานุสนายายายาโอ้ยโอ้ยบ้านนั้นแม่งตาจุ๊บไปบ้านมาเสียก็ยังตัวชงอาจารย์ป้าคนเดียวเลย第二个就是我们内文科林邦歌，这是我们内文最特色的一个是林邦歌，就如蔡敏云长的唱的，然后我们就前辈所唱的温德拉，我觉得像我们有一年的碎石记，就是那个恩雅是我们今年会唱嘛，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们真是很好，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很积极的去找歌词。 然后去问怎么唱什么，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很好。大家一起来，来去创作我们内容，唱我们内容的歌就好，不要唱其他的歌，用分享我们内容的歌会唱的都唱。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不管是说你是身为内文的，你是身为台湾族的，你是脚步屋的子民，你应该要好好的去认识你自己的根在哪里。特别是我们内文算是应该比较古老、比较传统的这个一个部落，那身为一个所谓的脚步屋的子民，我们是不是要？ 更认识我们自己，更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脚乌乌这个族群的一个定位，然后你认识你自己，然后看，然后不要羞于表达我们自己的歌，或者表达我们自己的。 Bye-bye.
kata ke tadi no maru